这个八字。你这次要飞远一点，上次连大洞都没飞到，干。应该在阿嬷家边缘森林开的，应该刚好。很怕就是像刚才一样，就是很晚进来了。对，然后我想说是谁在砍我的屋顶？操！是啊，我捡了。你要白布吗？白布枪。我，就是我想他们进来要上楼梯的时候，一定不会看到那一面，所以我就装备。出去，被卡住了。你去搜别的地方吧，这里我来就好了。2罐 Super Juice 啊、哦！等下，拦截立体刀，我看到你。我先给你一瓶小护甲，然后一瓶 Super Juice，你先吃到50吧。一定要再增胖50公斤。哦，你给兰姐跟那个1230啊，我现在吃到75了，3瓶小，2瓶大。平台去过了哈，好，那我就不去。走喽。是有人在砍树吗？散弹枪，其他其实三枪。日地冷气吗？除了那边那个还有吗？露营地里面还有人吗？我在打他们。
城市那个圆圆的高的那个有一只。谁的也在开啊？我听到噗的声音，巨响飞过来。这也就是不知道工厂那里还有没有人呢、还有两队，丹姐打的是另外一队，还有。没了。没关系，你拿吧，我拿绿的就 OK。你们步枪子弹启发，你们步枪子弹启发。我只有六，哇，好吧，我63。工厂，三栋，六边红色的，六边红色那栋里面有个跑出来，红色那栋哦，三间一栋，他不动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刚打一打就直接站住，不动，NW。绝！斯卡吧。
我在屋顶。是蓝色步枪吗？哦，被捡走了，干，没关系，拿吧。我只有35发子弹，我有医疗箱。阿伟，你跟我拿医疗箱吧。等一下，不是这个。他出来，他必须出来。还有队友，哪个方向？报。我剩20发子弹，我先去前面捡了。他有 scar。没有，他直接死，对，他直接死。哦，有人。我这里有人，你敢打那些都没弹药啊？哇，怎么那么凶？小心哦，他们至少两个，我打倒了一个，前面这里，前面这里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来了。我没素材，后面还有一个。到，有人狙我，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只是快倒了，没有护甲吗？等下，先要跑了，要跑了，我在绑那个大补了，先走先走，弹药有了哈。等下，兰姐，哦，你们弹药都有哈？兰姐，你有了吧？好，我有300。没有，我们打了很多但是弹药真的很少。我看到了，在跳，倒了倒了倒了，嗯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他在那边，我把这边砖墙打掉，他里面，护甲护甲，旁边树，干，别，
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哎，他不是被我们，他是被别人杀了。我们要走喽。为什么要去湖中间？我们走右边过去就好了。为什么要走湖中间？对，我挡起来了，干！我把它拆掉，我把它拆掉。130，你先帮忙那个阿伟开门，我现在在。我要没子弹了，各位。我已经剩六个，除了我们剩两个，我们在湖中岛守好就好，不要动了，应该可以。嗯。我看到人了，在我这。